宝贝，你在这里过得好吗？会不会无聊啊？我买了这把吉他给你，我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给我听了。我真的很想你，好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我真的很想他。知道，知道。自从我离开了，不在你身旁，身边就一堆苍蝇癞蛤蟆。知道你害怕一个人会孤单，但也不该轻易接受它。情人节还没到就送玫瑰花，一大清早买早餐还送到家，载你去看日落，买一买鞋又买袜，还买通你的妈。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相信我吧，别再笨了傻瓜，甜言蜜语废话，就是想要啪啪啪，千万别随便跟他回家。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一堆娘话说得完美无瑕，根本就是烂卡，整天想要啪啪啪，啪完了之后撒又拿啦，你卖功啦。你看你奶奶薄薄那么大，卡层飘飘的鸡群又那么辣，我也是男人，也有他们两颗睾丸，所以当然比你更懂他。他讲话中英混杂超级巴，头发又抓得歪歪给欧巴，把高级耍浪漫，妈的看了就堵烂，拜托别爱上他。OK 吗？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相信我吧，别再笨了傻瓜，甜言蜜语废话，就是想要啪啪啪，千万别随便跟他回家。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一堆鸟话说得完美无瑕，根本就是烂卡，整天想要啪啪啪，啪完了之后撒又拿啦，你卖功啦。到了爱一触即发，男人本来就需要时间观察，表面功夫才肉麻，你卸下防备，然后傻傻被他出场。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相信我吧，别再笨了傻瓜，甜言蜜语废话，就是想要啪啪啪，千万别随便跟他回家。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一堆鸟话说得完美无瑕，根本就是乱卡，整天想要啪啪啪，啪完了之后撒又拿啦，你卖功啦。或许我不该想你，不该牵挂，或许我早该离开却放不下，只因为想太多，不如不堪不挣扎，不如祝福你幸福吧。
等一下，我有个好东西想给你，眼睛先闭上。Surprise！ 先闭上，先闭上。等一下，等我，眼睛可以打开啊。哎，是不是？老同学一场，好康才跟你分享。今天忙一整天，搞什么东西？喝康的啦！我现在在这个生命事业，有没有听过？你那天哦，去拜你男朋友的时候啊，那大洞那一大洞都是黑文公司啊！现在买灵骨塔正划算。哎，不要那个脸哦！我现在不是在跟你推销啊，我现在在跟你分享，分享一下不 ？Share。你现在有没有房子？没有，对啊，买不起，台北那么贵，买不起嘛。而且万一买了，哦，事业失败，都被法拍，哇，很惨哎。但是你现在就买得起，因为这是一份投资，这个就是不动产。你住不是住一世人而已，住五世人、六世人，住到恁孙啊讲，哦，阿妈，你那住这好，多羡慕啊！这种东西哦，送礼自用是两相宜啦，一定用得到嘛，对不对？人讲这棺材哦是第四人，是第老人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先走也不一定啊。爸爸妈妈在不在？还在啊齁，有没有哥哥姐姐？有啦，哥哥姐姐、爸爸妈妈还有你，哎，我们现在五人同行，一人免费啊！以后清明节有没有子孙来这个拜拜？阿祖你家、阿公嘛你家、那个阿伯阿姆拢你家，拢你去拜，偌方便呢，风景够好，群山环绕啊！现在一个塔位。外面在卖要2888呢，很贵，对不对？老同学一场，给你个早鸟优惠，嘿，16888，让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一路发发发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回去你妈妈说，哎，你今天买什么？我买高的灵骨塔，要给大家享受享福啊！